新春活泼的同学们，大家好。那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参加呢。今天这个活动是2018年的台北文学季的校园场。各位同学手上如果有没有个绿色的手册，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只剩下最后的三场，所以你可以看日期，如果还有就还是可以上网报名参加。那台北文学季的话，今年台北文学今年是第20年的举办，然后每一年都会办相关的活动跟讲座讯息，所以是非常丰富的。那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们活动就都在假日，那这场是有三场校园讲，所以在校园举办。那其实很多活动很丰富，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报名，还有最后的其他的两场活动可以看手册。那刚才手上有一张问卷，如果你没有带笔，你可以回去的话，我们手机扫 QR code 线上填写今天讲座完之后的一些想法跟意见。那我们在会在六月底做一个统一的抽奖。那小米是这个文创茶的文学季的文学茶的，那欢迎各位朋友，欢迎各位同学再帮我们分享你的意见，然后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这样非常高兴请到了漫画家阮茂明先生，我会看到我们今天是一本书会校的校长先跟我们讲几句话。我们今天这样做，沈光明，沈漫画家，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好，谢谢。我记得我拿到沈光明沈先生的那个资历的时候啊，报了，对不起，我一直在想啊，因为最近两天啊，像到学校我是坐捷运，我坐捷运啊，我就发现到在捷运上面呢、各位用手机的习惯应该是非常的普遍啊，非常普遍。那我就看到那个同学在滑，当然不是我们的学生啦，因为我那条线跟我们的同学住在那条线比较少，他滑，我一看都是漫画，很少文字的，所以我就可以分两个。如果那个大人啊，我看他们在看那个手机上面，大概就是新闻啊，要么就是公文字的。那比较像各位在座的，年龄层大概都是漫画。那我就会想到，漫画跟文学上之间的关联究竟是如何？那我想，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看漫画，是不被允许。我记得我们看漫画都要偷偷的看，那现在不是了，现在你看我们图书馆大概有很多，不管是各种各类的书籍是非常的多。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所谓的漫画跟文学上之间的结合起来的话，我相信啊，我这样讲哦，阅读除非你是看比较没有益处的书籍，那不然的话你只要肯去翻阅，不管怎么样你一定有收获。有说，所以我想漫画跟文学应该是这样来结合。那我们今天呢、这是台北文化季的一个系列的演讲。那各位，刚才我们那个司仪有这位特别提到，只有三所进到校园里面，一所是中正高中，一所是中山女中，一所是我们松山高中。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邀请我们沈光明沈先生到我们学校里面。校有两个要求，第一个。你看我在讲话，你们还不要讲大声哦。等一下，我希望各位，你既然来了，那个就是你希望，依照各位的兴趣，你真的很想要听这个演讲，所以要尊重讲者。第二个，手机都把它关机。我希望这两个小时啊，下午会在这边，我会陪各位，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好不容易真的是有这么好的讲者到我们学校里面来。那我们希望各位对都有帮助，好不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没问题，都借助各位双手，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来欢迎大家，欢迎你。好，各位同学还有校长，大家好。好。听得懂台语的举手。那大部分都听得懂了。好，手放下。以后想要画漫画的举手。好，欣赏你够勇气啊！其实画漫画没有那么轻松的，在台湾笑屁啊！好，我跟各位讲，接下来这两个小时，我要介绍整个我的漫画历程。那我先，反正各位也顺便听故事啊，就是整个就大概了解一下台湾的漫画是怎么样发展。因为其实我跟各位一样，
在这个阶段你都是看日本漫画，现在有在手机看漫画的举手，啊，就不要不好意思，校长又不会抓了。好，手放下。有听过 Comico 这个平台吗？有哈，阿赖威伯特也有嘛，对不对？好，你看台湾现在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你看我刚刚讲那两家其实都是外国的厂商来这边，然后用他们的钱去养台湾的作家。你看，然后我们本土的政府并没有竟然没有，或是厂商竟然没有人做这件事。哎，现在关灯了比较好睡了，但是不要打呼，好不好？谢谢。好，然后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去从事做漫画这件事。那我以前是从小，我是斗六人啊，云林县斗六人。啊，因为乡下那个时候，其实小时候你说要学画画或什么，第一个爸妈会反对，他们就想说你画画怎么去养活自己这件事。好，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规劝你说不要再想这件事，你当兴趣就好。啊，但是我这个人就很固执，我就一直想说我要怎么去做画画这件事。所以我那时候念的就是念广告设计科，因为广告设计科可能是接近画画最近的一个科系。好，啊，但是你说人生有没有那么顺利？不可能啊！我就像各位以后可能要当什么歌星或者当什么明星，我觉得不可能有那么容易的事。我刚刚想我可能还可以，但是你说真的以后要做成大明星，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但是在过程中你可能必须要求啥啊，那过程中可能就必须会经历到一些事啊。所以我那时候毕业先做的事情就是去做看板，我就各位看路边看到那种看板，然后做一做之后，我有个同学就说有个漫画家在正助手，问我要不要去当漫画家的助手。哦，所以我在民国86年，可能各位都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去当，哦，而且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当工作室的时候是4月1号愚人节，哦，所以也是一个蛮妙的事情。好，那这是我之前出的一本书，有点像自传，散文自传，就介绍我整个过程就对了。好，那这是在中和，各位熟吗？就是永安市场有一个保健路那边，以前我的工作室就是那边。那，啊，其实漫画工作室，其实各位可能喜欢看漫画的，可能会去研究一下，说漫画工作室大概是怎么样。其实它就是普通的住家，一个条街。那可能那个工作室可能是两个漫画家去共同住一个工作室，那所有的助手可能就会住在里面。哦，其实有点像是大家一起住在一个地方就对了。哦，那你这个有没有那个没有灯哦？有吗？各位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的工作室，哦，就是哦，哦，啊，这边算就是以前就叫保健路吧，就算蛮热闹的一个地方。哦，啊，工作室其实我妈妈家的工作，妈妈助手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大部分都是各位看那个漫画有很多什么流线啊、对话框啊、贴网那些，其实都是助手在做的事情。漫画家的工作他只要画他的人就好。像各位看的什么《火影忍者》啊，《进击的巨人》啊，或者是，最近你们比较什么《黑子的篮球》啊，那些有的没的，主要那些人物有没有男主角、配角那些，其实都是主笔的，就是漫画家本身画的。但是后面那些篮球场啊，那些很复杂的鬼东西，那些都是助手在画。所以各位不要以为都是漫画家在画，不可能的，漫画家没那么，因为他们必须把它做成一个 SOP， 这样漫画才能一个礼拜把它画出来。啊，在台湾，因为我那时候进入漫画界的时候，民国86年到92年那个年代，算是台湾漫画的正兴起的时候。因为早期可能校长会知道，可能从刘星清啊、叶红甲那个年代算是一个高潮，但是中间有个漫画审查制度，然后把我们的漫画其实停滞了大概快50年。因为那时候就是你只要画一只狗，然后讲话，然后审查就会说狗怎么可以讲话，你这样是蛊惑人心，我就把你的漫画退回去。哎，对对，啊，但是你看史努比，还有 Hello Kitty 也是在讲话，对，啊，所以那个就是变成会有点杀害到我们台湾创作者的一个阶段。然后后来因为你说人会不会一直想办法去偷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会，所以台湾就开始会去做盗版，跟我们现在的大陆一样，就会去做一些盗版的行为。哦，那时候
然后日本人其实也很聪明，他就故意让我们做盗版，因为他做盗版就是要养这个市场，把它养大养肥之后，他终于在就是1990的时候，或是1992的时候，就突然说，哎，我开始要正式来抓这些盗版人了啊！但是因为这些盗版的，因为之前都用免费的在赚钱，所以赚很多钱，所以他们也愿意花钱去正式授权台湾日本的漫画进来。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龙井，就是出版社也有钱，然后日本人也赚到钱，然后出版社也想说我就一样培养自己的漫画家，所以就后来会有什么林正德啊、郑问啊、麦仁杰，可能大家比较不熟，就是阿推啦，就是那个年代，还有我师父，所以这个年代的漫画家就比较会有资源。一直到我快进入工作室的时候，大概那时候就开始没落了。啊、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代赛的问题、哦、好、哦、那这个是我写的那个散文里面的一些章节啦。啊，这个跟各位，其实我就大概分享几个，就五根手指头这个好了。其实各位有时候在面临，就像现在各位有些人高三或是以后可能退伍之后，都会有一个人生都会有坎障，所谓坎障就是有一个格要跨过去那个地方。那我那时候其实刚退伍的时候也很彷徨，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我爸就跟我说：“你就是把五根手指头伸出来。”我以为他要给我钱，但是不是哈。然后他就说：“我们有大拇指、食指跟中指，就五根手指头。”他就说：“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想做漫画，大拇指就凹起来。然后再来就是我再来能接受做什么？做看板我可以接受。再来你还能做什么？可能就是可能去超市打工，这些就是你把五种选择都选出来之后，他你就开始慢慢去，他我爸就开始问说，那画漫画你没有门路？没有，没有就算了。好，第二个做看板没有门路？有。好，那你就去做，先从做第二个志愿。也许因为我们人生没有那么顺啊，我说的啊，所以就是你今天先做你不想比较不想做的那个先做没关系，因为以后你如果持续在画，永远会有机会。那个大拇指会浮出来，就像我一样，我之前也是刚退伍就先去做看板，做了一个多月吧。然后我同学就跟我说：“哎，有个漫画家在争助手，我就当然可以做大拇指的事情了。”哈，所以各位就是以后就是不管考试念书，也许最好的大学念不到没关系，先能念第二个，因为以后成就也不是说谁念得比较高就比较厉害。哦，很多那个有钱人都书没有读太多的哈。哦，所以各位就是，但是重点是要自己心甘情愿去做这样的事情。哦，那这就是我那个很棒的老板，很像土流氓哦，然后他个性很好啊，其他个性超好的，只是那个脸，就是看起来很凶啊，但是他很不错，就是，然后后来就去当助手，然后我那时候当助手一个月的薪水大概就是14000块。好，那那时候就是其实你说生活其实经济上没有那么好，但是其实那个过程中我其实还蛮享受的，因为我觉得画漫画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就比较不会去在乎吃的怎么样、穿的怎么样这样子。好，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漫画的工具。这边有没有画画的？应该大部分都知道。这个。看到这个鬼东，这个东西叫透写台、哦、等一下后面有一个比较原始的，这个算是吸带型的，现在有一种 LED 灯更便宜，更方便吸带啦、哦、然后这是圆圈版，这个都是以前我高职的时候，因为我念广告设计科嘛，我妈就会把我留下来，不然我都是乱丢，我妈就把我，因为老人家都比较会珍惜东西，我都乱丢，我就把它捡起来，所以我现在画漫画还是用得到这些东西。哦、然后各位先看到这个纸就是超高纸、啊、旁边这个网高纸，然后这就是制图墨水，然后就是画漫画用的，然后这个 G 笔啊，然后这就普通的麦克笔、啊、其他就是铅笔啊、立布达的这些、哦、其实画漫画的工具不用太多，不要听那个坊间说一定要买整组的几千块，那都太胡乱，不要再相信、哦、好来，这就是传统的透写台，这个是我当助手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用到现在可能二十年有了。那为什么会现在在我家？就因为老师那时候工作室解散，我想说就偷一个东西，他也不会发现，所以就把它偷回家了。好了，这个就是草稿纸，这个就是我把草稿先画在上面，
好，草稿画完之后就是会用那个电脑，现在都是电脑后制的，以前是贴网点啊，现在都是那个电脑后制的。好，然后各位看，这就是草稿，过来就是网稿的时候，我会用黑线再描过一次，描完之后就扫描进去电脑，之后就是做一些效果。好，过来，继续这个要介绍我的一些作品。那这个其实就是早期我说漫画家其实薪水很少嘛，大概1400左右，一万四左右。后来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电脑刚出来，各位现在看的 PC Home 啊、雅虎啊，或者是什么，那个时候都才刚开始冒出头。因为我那年代还有一个很红的叫番薯藤，可能现在大家不知道，但是校长应该知道番薯藤。番薯藤就是我们在地的网站啊。但是后来也慢慢被雅虎跟那个 PC Home 打垮了哦。那时候，因为网络刚出来，所以他们很需要网络有四格漫画。以前四格漫画都在报纸上连载，像敖又祥啊、朱德庸啊、蔡志忠那些都在报纸上赚蛮多钱的。但是后来各位网络开始出来之后，大家就媒体改变了阅读，就像各位现在看手机一样，阅读整个改变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由网络开始就可以画四格，像我现在画这样一张有没有？这样是台币2000块。但是我在雅虎2000块赚完之后，我可以再拿这一张去 PC Home 再赚1000块，然后可以再拿去番薯藤再赚500块，所以我画一张等于可以赚3500。好，所以因为那时候网络刚出来，大家都好多资金都一直投入，所以他们很愿意花钱。好，所以我光这一年就赚得大概快100万，我就光画漫画这样子。但是钱来得快也去得快，好，因为我那时候被那个诈骗集团骗了大概70万，所以各位要遇到诈骗集团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乡下人真的很勾引，就是不小心就被骗了，所以人家说就是钱要守，并不是说你赚多少，而是你能守住有守多少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当助手，也就是慢慢有接触一些单位啦，这就佛光山的啦，所以那时候他还想说，因为其实漫画你必须要不断的去画去创作，你才会慢慢进步，就跟以前练武功一样，就是一直蹲马步啊，或是一直反复做一个动作，就像李小龙说的，他不怕那种会踢10000种踢法的武学武功的人，但是他会怕那种一种踢法踢10000遍的那种人哦，因为那一踢他可能就死掉了哦。所以漫画家或是以后各位从事任何工作，就是一个你就给他一直给他做到专精，就没有人可以赢你了。你不要去什么都学啊，什么都不精啊，这样变成大家对你也可有可无。所以你必须就自己去磨练自己啊。所以那时候去接一些佛光山的案子啊，但是我也是新人啊，就是他们也不嫌弃啊，反正就是边画边练习。各位有听过一个导演叫蔡岳勋吗？有看过《痞子英雄》吗？知道这个片子吗？很久了就那个仔仔跟那个谁演的那个他最早有一个电视剧叫《名扬四海》其实我觉得那质感拍得很好那时候想要做一个就是漫画跟电视同时推出，其实就现在正在流行的啦，大陆在流行的什么 IP 改编什么鬼的。好，那时候就是他这个质感是很好，但是因为他走得太快，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流行 3D 霹雳火那种戏。就现在那种各位看到像土剧或者是总裁系列那一种斗来斗去的所以他这种有质感的就被打趴了所以其实他如果这种戏放在现在播应该不会输现在的一些偶像剧，因为他质感是真的拍得不错不会，有时候我们就人生的命运也是很难讲，走太快也不行，走太慢又赚不到钱这就是他的命。好，然后不过这个漫画只有画一本因为收视率不好，所以他漫画只出一本后来就是画这个阿扁，那为什么会从事这个阿扁？因为那时候就是尖端出版社那个老板，其实他蛮有商业头脑的。因为那时候阿扁刚当总统，就说：“那个阿扁传记不是超多的吗？”他说：“我们来画个阿扁的漫画，可能会很卖。”那果然也是真的卖得不错第一本就卖了2-3万哟算是那时候已经出版，已经慢慢在没落，但他还是赚得不错不过我在看完他的传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讲说他总统之后发生什么事，但是你说他从一个很穷很穷的三级贫富，然后一直拼到当律师，这一个你真的要佩服他
因为我看他传记，他说整本他整个法律那个书啊，是整个背起来的，哦，这个就超可怕的。那条文那么多，还背得起来，所以他说根本他不怕考试，因为我整本都背得很熟，所以考试根本反正那都就在范围内嘛，所以整本就背起来。哦，所以你必须为他的那种奋斗，你必须佩服他。哦，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台湾现在就是我说那个年代就开始有一些机会，我就开始画自己的东西。哦，这是我第一个算出道作品，叫《光与暗》。哎，但没有，啊，那我到下一页。哎，我，哎，它宕机吗？老师，你有在那个电源线吗？哦。再来哦。各位同学，不好意思，等一下下哦，因为没有电，所以想说以为怎么宕机了，这个在这边。是不是这个要跳掉了？有提到吗？好了，我就反正边讲边做好了。就是哥以后如果真的要做那个漫画这一条路啊，或是创作这一条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蛮，也不能说不好做啦，但是各位就是真的要有耐心去做，因为很多效果并不是说一两年或是三四年就可以成功的。其实各位常看到那种很爆红的艺人，那个成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可能只有一年，但是过去之后就不一定可以继续在演艺圈存活，因为他的本身的资历不够。像各位，不管你要从事写小说啊、画漫画啊，或者是什么，各位真的要多看书。哦，当然，我说的看书就是什么都可以去看。那色情小说不一定要看，那个是私底下看就好。好，这个去看一些小说啊，我觉得这个对各位很有帮助。不管武侠或是任何穿越的那一种，我觉得都可以看。哦，然后历史小说可以多看，因为人就是一直在重复一些笨蛋的事情，就是历史这件事。哈。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类的，哦，那个其实都是人类历史，就是各位人类的智慧结晶留下来。所以各位如果多看历史的书，对各位以后创作都会蛮有帮助。像金庸就很聪明，他就是把他的小说的主角就架空在一个历史的时代，所以没有人可以去反驳他，因为历史就是正确的。那，啊，你就只要去胡乱说郭靖怎么是学了降龙十八掌之类的就好。好，所以他是一个聪明的创作者。啊，像古龙就比较艺术家，他就会架空去架空一个历史，哦，弄一个历史。啊，所以你说古龙跟金庸，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古龙一点，因为他就比较算是原创性的。哦，啊，像金庸他就是攀附在一个历史。啊，当然都好，都是一个方式。像各位擅长什么样的秋楼，哦，就是各位像主菜都有秋楼，像各位习惯。啊，像刚刚各位看到这个有没有？是我2003年画的，但是因为这个出书是在去年出的，2017年。那为什么过那么久才出书？因为我就因为画漫画，因为那时候刚画的话，想要出书，但是那时候出版社没有愿意敢帮新人出书，哦，这是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因为出版也开始不好了嘛。啊，后来会出是因为我慢慢有名气了嘛，所以出版社愿意冒险帮我出书，哦，所以就变成。这两本，哦，那为什么以前叫光与暗，现在要改成警贼？因为警贼如果念台语就警察嘛，啊，那个察就是警察的察，跟那个当贼的贼就是一个谐音，啊，所以你看，我们警察如果那个越线跨过去就会变成贼，啊，贼如果有正义心，可能也可以变成警察，哦，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啊，然后这种漫画的议题，你也可以比较容易去发展，哦，就一个正邪两立，各位看漫画都是这样的。哦，任何的戏剧啊，什么 Marvel 那些，那个最近那个叫什么？啊，
复仇者联盟三嘛，还是四的三啊？啊，三啊，对，他们就会正邪对立嘛，对不对？但是坏人也有他的立场，你也不会觉得他很坏。好，所以各位创作这个就可以把它弄起来，就是多看漫画，或是多看电影，或是多看小说，都有这些。好，这是一些漫画的内页，各位看一下。好，再参考看看。啊，这边有没有不会看漫画的举手？哦，好，那大家都很聪明。啊，但是如果各位有在看漫画的话，或是有在创作的话，各位教跟各位教一个那个漫画的一些创作的美感。好，像这一页，哦，为什么我要看到枪再看到人？哦，因为我们这个像我这样漫画指的都是右翻的，就是日本的。但是如果各位看到那个字是横的，那就是左翻，就是欧美的。哦，欧美的漫画大部分都是左翻，啊，我们这是比较更日系的，就是右翻。那右翻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当然是会从右上角先开始阅读。哦，所以各位就会先看到枪，然后就看到撞声字。其实这就有一种隐约的线把你引导到这边，然后知道枪对着谁。哦，然后他发现了什么事，然后这阿伯出来帮他挡子弹，然后就枪蹦。但是有没有谁有没有人死掉，先不要去交代，因为你现在交代，观众就不会被你骗了，对不对？哦，然后这个也是对方框之后，我就知道我的场景在哪边哦，这就是警局。所以对方框，各位看有一个 S 的形状有没有？哦，这样就有一个 S 的形状上来。哦，这样各位看漫画就会很顺，所以各位在画漫画的时候做对话框的摆设就必须有一个 S 形状，像跟各位去那个什么一个旅游景点的那个导览线很像。哦，你如果导览线导得好，大家逛就不会迷路。哦，然后这个就是漫画的内页看一下，因为有时候是看题材啊，像这种题材就是比较有动作的，所以我就会加强这种流线啊。哦，这个有些其实在增加速度感，因为漫画就是纸上的电影嘛，你没有办法说有声光效果，但是你可以从做一些对话框啊，或者是线条去做它的剧情的那个起啊，就是那个起伏哦，情绪起伏哦。然后像我看漫画，像我画漫画就是像这个，这边已经是第二页，这边是第三页，那为什么我这个要把它安排这边？因为我第四页要弄一个跨页的。所以各位在安排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安排。哦，当然小说有时候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布局，因为有些小说的页数可以算，哦，可能翻过来的什么字就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哦，那各位可能看到就会震撼。那漫画的方式就是用这个方式，就是把你想要演的放在下一页这样子。好，然后后来我就继续画一些阿里布达的，因为就是比如说那时候我就会接一些智慧财产局的案子啊，因为漫画家我说的就是生活不容易嘛，所以我们的收入大概就是一种就是去接一些案子，不然就是参加比赛，然后不然就去上班，边上班边画图这样子。哦，啊，这个上面有个518有没有？就是今天有没有？这个是我们的生日，所以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画这本漫画要去比赛的时候，刚好他刚好出生，那所以就干脆给他当一个生日礼物。因为这个比较在画田径的故事嘛，田径我们前面不是都有编号吗？就是那个跑者不是都有编号，我这边没有画，那所以我就把那个编号就写518，就算给他的出生的礼物就对了。然后这个是《刺客列传》，因为之前一个郑问老师他也画过，啊，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出版社就说你要不要画画看，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刚开始压力很大，我也不太想画，因为真的已经画得很厉害，如果画得不好反而会被攻击的。啊，那就想说反正看看古书也是不错，所以你会发现古代的刺客真的人很笨，就是大部分都是收了钱就是帮人家杀人，然后自己命也丢了。哦，啊，所以各位 有空可以回去翻翻啊，就网络现在 Google 很方便，你去翻一下《刺客列传》，它有那个翻译版本，哦，可以看一下那大概故事是什么。啊，各位左手边这个就是草墨，它是五个刺客里面，其实还少一个刺客，我没有，因为版面有限，我没有把它贴出来。唯一没有死的就是这个草墨，其他都全部死光光。哦，那草墨是因为他这个将军嘛，然后三次跟鲁国打仗都打败仗，那最后要割让土地给七国七小白的时候。
在他们就开一个会，就是一个顶，然后就很大，就是割让土地这样子，然后他就拿刀要去刺杀七小白，就是大家在交接仪式，他拿刀出来就是威胁七小白，就说打败仗是他的问题，你不能，就意思就是说你希望你把土地回归到我们的那个，就还给我们鲁国了，因为做罪过在做他，其实他这样很，其实是很没水准的一个人，因为就是你打败仗，你还去威胁别人把土地还给你，啊，但是他就被列为古代的一个很成功的刺客，就对了。啊，七小白后来没杀他，因为那么大的场面，如果你跟一个刺客在做计较，那你就失去一个国君的那个气度，所以他后来没有杀他，所以他就是，老晚年还过得还不错。啊，这个是专诸，啊，专诸哥应该知道伍子胥这个人。伍子胥就有一次在河边发现这个人，不是在偷看他洗澡。我在河边发现这个人，觉得他好像有点就是有武力，就是他的功夫不错，看他在那边练身体还是什么，然后就开始给他钱啊，养他全家。啊，其实他这个人也不笨，他知道说你让我全家带饭，就是以后就是要替你卖命就对了。啊，果然终于那一天来到了，就跟他说，伍子胥跟他说我要去刺杀吴王僚，希望你可以去刺杀他。那当然就说 OK 喽。然后，但是他的条件就是说，你要照顾我的妈妈、老婆跟我的小孩。然后后来就是也刺杀成功，然后他也挂了。然后他儿子就伍子胥没，就是遵守承诺，就是把他妈妈或是什么接到宫里面，然后让他儿子当官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我蛮欣赏他，因为他是全所有的刺客里面最爱老婆的一个人，就古代很少这种爱老婆的人。他为了要去刺杀吴王僚，去学那个烤鱼自杀，因为他说吴王僚喜欢吃烤鱼，所以他就把那个鱼肠剑藏在那个烤鱼里面，端鱼给他，然后就把吴王僚干掉这样子。但是干掉之后马上就被干掉，因为旁边有警卫。然后豫让，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念书的人，但是因为你漫画必须把他改变一下，所以我把他变成一个侠客。但是其实他本身一个念书人的人，因为以前他就是一直怀才不遇，遇到一个人叫智伯，智伯就很欣赏他。但是在国家的打仗的过程中，智伯就被杀掉了，他就一直想要替智伯报仇，所以他第一次报仇的时候失败，然后但是对方的国君都觉得说，这个人好重情重义，就放他走。然后这个人又想继续去复仇，所以就把自己的脸弄得烂烂的，然后去吞那个木炭，把声音弄哑。全身长满烂疮，他想说这样，就是让他连家人都认不出来，这样可以行刺成功。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国君有一次在巡视城池的时候，他就躲在人家那个桥下准备要刺杀行动。你也知道那个骑马嘛，其实对地马都有一些第六感，就像蚂蚁说要下雨的时候，大家会跑出来嘛，马就感觉到他的杀气，所以他就说马的又失败了，因为被马发现。所以他出来就跟那个国君说，请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那个国君就为什么，他就说因为我现在也报不了仇，但是你把衣服给我，这个代表就是你，我就拿我的剑把那个衣服刺一下，表示说我将死的时候去地下可以有脸见我的朋友智伯这样子。那个国君听了就哭啊，就觉得哇靠，我超感动的，然后就把衣服脱给他，当然不是脱光光啦，我只脱外套，然后就把他刺杀完之后，就自己也很漂白，就自己自温井自杀了哈。所以就是这个还蛮 BL 的剧情哈，就是那个超有名的关系。好，荆轲大家比较清楚他的故事啊。好，反正就是爱喝酒的人。为什么要设定荆轲？因为他常爱喝酒，常常会就是。常常就是喝酒醉倒在路边，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非，把他认领回家的意思，所以我故意设定就是把他的名字刺在胸口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应该大家都比较清楚，可能电影也比较多说他的，这边我就不要再去多说。那另外一个叫聂政也是一个刺客，他以前是在市场是当杀狗的，那他也是人家给他钱，他去帮人家杀人这样子。然后他死之前做了一个很酷的事，就是把自己的脸毁容，因为他怕自己被认出来，妈妈跟姐姐会受连累，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脸皮扒掉，死之前，超帅的。
啊，后来那个国军那个没死的那个人就把他挂在城池上。啊，后来为什么大家会把他证明？就是因为他的姐姐想说弟弟怎么出去那么多天没有回来，哦，后来才知道哦，那个是他弟弟，他就去那个城门口把尸体弄下来，就说那个是他弟弟。然后姐姐哭，就是在哭完之后自己也暴毙身亡，可能太难过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聂政，然后死掉的人叫聂荣，就是他的姐姐这样子。所以你看古代的故事有时候都比现代故事好听很多，所以看古书没有不好。好，来这个就是一些台中的小朋友，如果住台中应该会清楚以前一个惠来遗址。然后惠来遗址就是很早期原住民的，啊，那时候我是跟那个科学馆画的漫画啦，啊，主要应该画到一个原始的那个原住民，所以就要讲说那个年代到底怎么过生活。所以各位看这个，以前台湾应该也是很潮湿，常常会下雨，所以你看我们房子都跟那个马来西亚或是那个泰国那边一样，就会把它架高，有没有？是后来可能天气变化，现在慢慢的比较好一点。所以台湾早期应该也是一个很难生活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第一次用2D 跟3D， 因为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上班，啊，一个同学有一个同事做 3D， 我就邀他做 3D， 我就只要画前面的图，后面就是用 3D 算图出来就好。好，啊，这个就是东花村立马丁，也算是我的成名作了。就是之前那个景子也算出道，这个算比较成名的，因为他有改编成电视剧。好，来这个就是那个也是七侠五义，就是展昭娶老婆的故事，各位可以有空可以去 Google 一下。好，那个我再给各位看一下画面，因为我怕时间不够讲完，可能你们可能已经快下课了，好，晚上可能还要再加班，好，不好，好，大概看一下，但是主要就是一个，就是他有一对好朋友的双胞胎叫丁兆兰、丁兆兰、丁兆辉，他有个妹妹叫丁月华，很恰的也嫁不出去，所以他就想要骗展昭去娶他妹妹就对了，啊，后来也诈骗成功。就真的娶到妹妹了，因为她妹妹就是会武功，她，啊，就是不服输了，就以前那种恰杂蹦，她，啊，就是很呛她这样子。好，啊，展昭就是一个温柔的男人，他们两个决斗的时候，就看谁东西先掉在地上。然后虽然各位现在看到是这个头戴是他输了嘛，啊，其实是女生输了，啊，因为男生很温柔，他就因为女生是掉了耳环，他就用他的头戴去把耳环包起来。然后还称赞说，哇，女生好棒棒，然后就是称赞她，就不要伤她的自尊心就对了。然后，啊，后来女生也发现说，哦，展昭真非常的温柔体贴，啊，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好，再来就讲一下东华村立马厅，因为我以前住在基隆，啊，都去新店上班嘛，啊，每天大概要坐得快一个小时的公车。哦，有时候就是对啊，那我以前基隆会经过一条路叫中川路，一个里马亭叫东华村，啊，我就觉得特别好奇，可是我又生性害羞，不好意思去问人家为什么要去东华村，哦，我就自己，因为创作者都比较浪漫一点，就自己，其实我们就比较高乖，就自己会去乱掰故事啦，所以我想说，如果东华村是三个人，是不是有三个人的故事？那如果他是三把剪刀，是不是要必须有三个主角？哦，啊，这样就开始可以去掰一个故事了，哦，所以很多创作是从一个点开始，哦，你不用说去准备好多东西，可能就一个点开始自己去乱想，有空就乱想，哦。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事？是因为，哦，就男生真的不要太花心，哦，就是这样子。就这个爸爸，在他10岁的时候离开家庭去外面，又生了一个妹妹，相差20岁的妹妹。然后他爸爸死掉之后，就把妹妹送回原来的家庭里面。啊，为什么哥哥会接纳这个妹妹？因为哥哥也好奇说，爸爸离开家这一段生活是什么。然后妹妹也会好奇说，以前的爸爸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他想的那么的温柔体贴的爸爸？哦，啊，但是两个人，那既然那么温柔体贴，为什么会抛下妻子？所以他们两个人组合就成了一个现成的爸爸。哦，所以他们两个会在一起，就是。他们就等于说，就是两个半圆，两个半圆拼成一个圆形就对了，哦，啊，这个就是一个故事，啊，这个就是后来改编连续剧的海报，啊，我觉得中间在太空就把自己合成上去，哦
其实他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说，这个座椅很多人永远心中在等待一个人回来，或是等待一个人啊。阿林北就觉得很空，就把自己合成上去，感觉北原作者不行嘛？对啊，就好。然后就是他们的那个握手会了，就是节目开始握手会啊。像这个我就很不开心，因为我想叶蕊站在我旁边，但是因为我不是场控，我没有办法掌握这一切啊。然后最好笑的是最后一集，我有去拍一段戏。然后各位如果去 YouTube 看《东华春地马店》第40集后面的20分钟会有我的戏。因为一开始我只是想要像那个 Marvel 那个 Stanley 一样，就是可能演个路人甲而已。啊，那个导演也蛮贱的，就选个20分钟的戏给我。我想要靠北，我又不会演戏。好，啊，那是硬就那就故意要搞我，因为后来都熟了嘛，就互搞。然后这是最后一天，就是杀青戏。好，然后我就去拍，那我大概就知道哦，他们拍戏是怎么拍。其实各位看那个演员，其实你要觉得演员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他们就是可能135、246，他场次不一样。他们拍戏一定比室内一次把它拍完，室外再拍。哦，他们不可能说按照场次去轮流这样。好，所以他就是先拍室内场，拍完之后再室外场，所以。可能第一场这个男主角可能要哭得很伤心，但是第三场他可能要笑得很开心，中间他可能心情调是只有5分钟到10分钟、哦，所以你必须佩服演员，他在上一秒极其的疯狂，但是下一秒他要哭得很惨，哦，所以演员其实并不是说给你那么多时间去调试心情的一个，所以他们在抽离角色，为什么有时候会说抽离很久？因为他就是真的融入那个人的。所以演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厉害，这样子没有那么这一行饭没那么好吃的，因为你看我这样镜头拍着我自己手都会发抖，也不晓得怎么在发抖，因为你要觉得有那个压迫感，镜头就这么近这样拍他，或是拍他的手，因为我有一场戏就要拿那个戏给男主角，我那个时候就 NG 的大概3次，就会很紧张，啊，台词也是。讲一句掉一句，讲一句掉一句，然后那个副导就说：“嗯，老师没关系，你就慢慢演，我们到时候剪接后置就可以把它串起来了。”好，对，干嘛这样整我啊？好，然后再来就是画这个幸福条约。我后来因为画漫画，为什么后来没有去走少年的路线？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创作的转捩点，就是。你后来会发现自己适合画什么东西，像各位可能会觉得哦，现在哪一首歌很流行，就想说以后要当这种歌手。可是也许到各位30岁会觉得说，我根本不适合那个歌手的歌路。哦，其实我以前会想要画《进击的巨人》那一种，或是《海贼王》那一种，但是我到30岁会发现我根本不是那种人才。好，哦，因为我没有办法那么多想象空间去想那些鬼剧情或是那些招式，想不到。啊，但是我反而会去看身边的人一些小故事。哦，今天看到一段话，就是人会成熟，人所谓的成熟，并不是说哦你变得很会高谈阔论讲很多道理，而是说你开始会去注意你身边的人的小事情。哦，那就是成熟，因为你可能会越来越纤细，可能注意到爸妈的心情怎么样啊，或是什么。哦，并不是说成熟，不是说哦我们塞贝努会玩过，然后。一个月赚几百万，那个不是成熟哦。所谓的成熟是心智上的啊，所以我到那时候就想说，我干脆就来画台湾的东西啊。台湾我们身边就有很多故事可以画，像这个幸福调味料，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经验，就是以前我爸爸很爱喝酒，每次都很晚回家，半夜大概都3、4点，我们都会被吵醒了，因为他以前那个年轻的做生意的人就喜欢嫖陪嘛，喜欢很多酒通啊，就会去喝。然后我妈当然会很生气啊，但是我爸也不是那么笨的人，他知道我妈喜欢吃那个鸡腿，哦，所以他回来被骂之前都会买一只鸡腿，哦，在我妈准备要开口开骂的时候，鸡腿就嘟出来，我妈就，啊，有鸡腿啊，哦，那就整个心软了，哦，然后你在过程中你会发现说，因为我们鸡腿吃的东西是咸的嘛，因为他会感动，就是想说你看老公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还记得买鸡腿回来给我，就是有一份感动在。哦，所以他在吃鸡腿的时候，鸡腿是咸的嘛，但是你要感觉他心里是甜甜的。哦，所以各位
其实我们人出生都有两个味蕾，一个在舌头，一个在心里，所以有时候嘴巴吃的跟心里感受都不一样。哦，比如说我今天跟校长是一对恋的，哦，然后去吃甜点，吃一吃恋，校长跟我说我要跟你分手，哦，所以我知道吃的甜点可能是甜的，但心里可能苦得要命，对不对？哦，这个就是这样就会有戏剧出来的。哦，各位创作就可以这样去画，哦，所以就开始会有调味料，哦，啊，这个一天就是因为。我后来画一个漫画叫《用酒干仔店》，那个是以前我要公开的干妈店，我后面会讲到，这个先大概带一下。哦，这是我小时候都在这边长大，啊，有时候因为中午的时候啊，阿公会去睡午觉，就要帮忙看生意嘛，所以那时候赚的蛮多零用钱的哦，就是找钱我就直接放我口袋，我就没有缴回国库。这个后面我再讲一下。啊，后来就画这个天国餐厅。啊，天国餐厅也是根据小时候的故事。其实以前我们乡下斗笠，我要骑到那个小学，我必须骑大概4公里的路。那过程中就会有一段路会经过两个棺材店，那个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然后路边不是会很多电线杆，就会贴什么天国进的，或者是信主得永生之类的。哦，现在会说信主得月圆亲娘那一种哈，而且。电线杆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公布人的意思，就对了，任何警告淘气啊，或者是要卖土地的，或是找老婆，都会在那边贴公告。就是，好啊，以前会画这样，就是小时候，比如说一年级去上课都要骑4公里的路嘛。以前我骑那辆脚踏车，我还不会骑两轮，旁边不是有两个辅助轮嘛？哦，小时候都会骑脚踏车的那一种。啊，每次我经过的地方会有那个鹅群，像乡下我最怕就是鹅群跟一群鸡的鸡群。而且他就特别喜欢欺负小朋友，每次经过那边就因为好像侵略他的领地了啦，所以一群鹅就冲过来围捕一个小孩，我吓得要死，因为脚踏车他妈的又骑不快，我干脆丢下用跑的，然后就边跑，然后边跑边哭，因为小时候大人会说被鹅咬到要缝针，我超怕的，其实只是淤血而已啦，不会缝针，我那超怕的，然后就已经在。快生死边缘之后，又看到电线杆写个天国进的，你心里会很干，超干的啊！所以印象就会超级深啊、哦！啊，所以我那时候就，然后再来就另外一个故事，是我妈跟我讲，就是我曾祖父那时候德威尔在家里弥留了，他有一天早上就突然就说他想吃烧饼油条，然后我妈妈没有去帮他买，就叫我叔叔去，我叔叔跟他说，医生叫你不能吃那个东西。你就不要吃啊，就没有去买。啊，后来笑他就挂了，哦，生气就死了。啊，想说自己变成灵魂去买比较快，哦，所以他笑就死了。所以就想说，如果世界上有一种餐厅，就是，他是鬼魂，可能死前他没有办法吃到什么东西，可以来这个餐厅回味的，或者是说，也许我怀念我曾祖母的一个控肉好了，因为每个。妈妈或是每个阿嬷煮的东西菜不一定会传承下来，因为它可能有些特殊的配料是一些手法，并没有传承下来。那如果说有一家这种餐厅，那我们生前就是还活着的，如果想要去吃曾祖母的控肉，也许就可以去这边吃。所以就安排3个角色，一个是看得到鬼的，一个厨师，然后跟一个有钱人。为什么？因为开这种餐厅一定没有生意，因为都是鬼，谁会去吃？哦啊，有些是为了想要去怀念往生的人做的菜去这边吃，啊，所以他必须要个很有钱的朋友帮他支撑这个餐厅。那这个厨师他本来在国外的，为什么他会回来？哦，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就是他的女朋友是他们两个同学，所以这样就会有个共同的原因把他们三个人命运牵引在一起。哦啊，所以我后来就画这个天国餐厅，它比较像是单元剧啊，就是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这样。哦，有点像深夜食堂的，对啊，不过他们各本身还是有故事线，因为深夜食堂他们都是演来的人的故事啊，但是本身你还是要演他们的故事啊，为什么他看得到鬼啊，为什么他要来啊，为什么他会那么有钱啊，就是要交代一下啊。然后后来就是跟这个老阿伯吴念真阿伯去合作这个漫画，那为什么要去合作？因为两个跟的是天差之别的一个合作啊，因为那时候因为我画动画书，那时候就是出书的时候，编辑问我说要找谁推荐，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找吴念真，然后那编辑就给我敲下去，就说你一个菜鸟，怎么可以提出这么
妄想的要求，怎么可以去找舞蹈帮你背书，这样就对了。啊，但是他就说我拜托，因为我实在找不到要找谁帮我推荐，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东华村，你说找普通的漫画家去推荐你怪怪的，因为他比较成人青年一点，比较乡土一点。那、啊、后来他真的就帮我找到文念真背书，啊，所以我后来漫画能改编偶像剧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因为他那时候打电话去问说这个版权卖出去的没，他想拍成电视。好，然后其实本来出版社不太理我这个作品，那听他文念真这样一开口，他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可以炒作。啊，但是那个出版社也很贱，因为他跟王伟忠是姐妹公司，所以他讲说肥水不要漏外人田，那就把这个东西就丢给王伟忠去拍。好，所以就变成连续剧，就变成王伟忠拍，不是吴念真拍。啊，我后来就打电话跟吴念真导演说对不起，因为很多控制不是在我手上，因为版权在那个出版社嘛。啊，到完签字之后，我跟他说，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请尽量找我。啊，后来才会有这一本漫画。哦，因为他之前就是有很多系列，就是《人间条件》一二三四嘛。啊，他就说想把舞台剧改编成漫画，所以就找我啊，所以才因为之前的前因后果才又一起合作这样。啊，这个就是我画的那一本哦，这个舞台剧的，各位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买 DVD。可是各位，我觉得这个年纪应该看不下去，我清楚哦，不会勉强大家。但是等各位三十岁、四十岁，可能就会觉得这种戏还蛮好看的。好，然后这就是草稿，我就对照一下。我没有画的，因为漫画你还是要把姐姐画美型一点点，哦，不能太像林美秀，就还是要美化一点点的哈。哇，这个就是网稿哦，啊，这个其实都是电脑网点的，我现在已经不贴网了哈。啊，像这个月亮，有时候也不用自己画，就网路 Google 一个月亮，就把它贴上去就好。哦，所以现在电脑其实帮助漫画蛮多的，就很多场景有时候现在都有一种 PS 或 Photoshop， 其实就可以把路边的场景变得像漫画一样，哦，就看你怎么调。哦，啊，这就是一些漫画内容，啊，就是会有个分享会啦，啊，下面人好多，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让我佩服，就是他对人的那个记忆力很强。我那时候记得在签名的时候，有一个读者来给他签名，他说：“哎，我们大概有十年没见的，而且十年前是不是带你爸爸一起来签名？”我觉得这个就超可怕的，因为谁还会记得十年前谁来签名这件事？好，就超强的。然后他那时候有教我一个编剧的方法，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有在创作的话。他说：“今天我会写，他今天写剧本就是先把人物设定都写好，比如说一个四十岁的就是在那个什么公司上班的人，然后一直找不到老婆，没有办法结婚的，然后又有洁癖的一个宅男。哦，他如果设定这样的角色，他就开始搜寻他的附近的亲友，有谁是这种四十岁还没结婚的人，然后又有洁癖又没有结婚的，他就会去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好，然后把他讲的话，他会做的动作，把他记录下来，就写到剧本里面去。因为这种事就很真的，是真实的，他不是靠幻想，就是我们有时候架空会去幻想一个人，但那个就比较空虚一点。哦，他就会按照这个人的习性，把他演出来，然后当然会套进自己的台词啦。啊，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活灵活现的在你面前。哦，这是他编剧的方式，所以各位可以以后有在创作可以参考一下。哦，然后这个你看，大家要看镜头，只有我叛逆看别人啊。好，再来就是要讲那个另外一个吴明义老师的啊，下面的请，你有认识吗？好，没有。等一下我喝一下水哦，因为对，我想说上辈子那个姓吴的应该欠我很多钱。所以两个姓吴的这辈子都要跟我合作。其实这也是一个巧合，我这个妈妈画的那个魔术师的样子。
其实所有的巧合就是我认识一对夫妻叫唐威跟唐优翰，然后这对夫妻他们之前就是做华文朗读节的一个叫异动国界，翻译的异，然后行动的动，他说以前他的做法就是可能拿吴明义的一篇小说出来翻译成德文、法文、日文，然后请那些译者翻译的人去朗读，这样就活动结束了。然后后来就是这一年他就觉得说其实图像的翻译也是一种翻译，图像翻译跟语言文翻译也是一种翻译，所以他就说那光明要不要试着去画漫画这样子。我说当然好啊，就可以那么跟有名的人合作，当然就试试看，所以我们就开始就会开会啊，吴明义被挡住了，这个就是日本翻译的，也是很像流氓，这个唐威，这个唐优翰，他德国人，我们三个都很好，这是法国的翻译，然后这是美国的翻译，所以他们就是还有连我，我也是翻译，我是图像翻译。然后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是分享会，各位等一下到会来一下，这是我画的漫画啦。那时候为什么画漫画，为什么要写这种一二三四？因为这样就方便那个翻译的人去翻译，他们比如说我这个中文字大，对不对？那他们就可以用他用英文、用法文的撞声字去写这个字，他们比较好知道我这个东西是放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一次的配合就大概是这样的配合的方式。这个就是完稿。因为我没有其他版本的啦，所以我先放中文版的，大概是这样子。那中华商场可能校长比较有记忆，对不对？对啊，你们这边像我也没什么记忆。所以我那时候要画这个漫画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中华商场已经拆掉了。其实有时候全世界最美的东西就是曾经存在但是现在没有的东西，因为你想要再去看都看不到。所以我那时候要画这个时候，隔天那个吴明义老师他就丢好多中华商场的照片给我做参考，因为我是斗六人，我怎么知道中华商场长什么样子啊？所以当我在创作的时候就问他蛮多问题，比如说这个栏杆大概有多宽，因为其实画图有时候要有比例的问题，就像我们现在这种普通的教室的门大概就是90公分乘以180或是200，这是我们都有一个比例，然后桌子高度大概就是70公分、65公分，椅子大概就是45公分的高度，这是人体工学。所以然后画场景有时候就是牵涉到比例，你所以我必须问的，记得说我就问吴明义说，那个栏杆你们大概是多宽，他说他记得小时候曾经把头探出去往下面的人吐口水再把头放回来，他说大概是这样的宽度，他说那我大概了解了，然后这些瓷砖的造型可能都必须要考究一下，因为每个年代看各位很多那个铁门窗的那个窗花其实每个年代都会不一样，你必须要考据，其实这个你说有没有知识在里面很多啊，因为你如果说今天一接触这个漫画你就知道那个年代，你就去研究那个年代可能就知道很多东很多当时的民情啊或是什么政治啊或是什么文化啊流行什么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创作反而会增加我们很多知识，因为你以前不会去碰那些东西，然后这就是中华商场以前的，以前现在就现在各位去，以前我记得现在这边应该是那个什么钱柜，现在改成钱柜，这边过去就六号出口那边，然后以前这一排就中华商场，现在变成椰子树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以前还有铁轨，这些都盖掉了，都地下化了。然后这个可能校长这个年代你会比较印象深刻，就有什么National 啊，或者什么国际牌，这就是以前的一个地标了，中华商场的地标。然后中华商场那就是一个通，就是整个通铺，然后每个铺子就是有分一楼跟二楼，他们大部分都会睡在楼上，厕所跟浴室好像都在外面这样子，但是小朋友听说都会在门口直接洗澡，吴明义这样讲的。然后这个小说就是我画的那一篇，叫做《十四字记得哪些事》，然后因为
它主要是在讲正南宫有一只死狮子，然后反正各位有空去看小说，其实我要这边再把它讲完，可能对时间也会蛮久的，各位直接去看小说会比较快。哦，它是关于一个信仰跟梦境交错的，然后跟人生的生离死别有一些故事，对不对？然后我要重点要讲就是这个石狮子，因为它那个小说里面讲的石狮子是清朝那个时候就盖好的石狮子，啊，因为以前中国没有狮子，他们中国只有老虎没有狮子这种动物，所以他们把动物，你看那个以前古代的狮子都画得很像北京狗，很可爱，哦，因为他们没有看过狮子，不晓得它的凶猛，所以古代中国人就只能把它想成像狗的样子，啊，因为小说就是讲的就是那一只像小狗的，但是我爸妈不能画一只像小狗的，因为这样小孩子不会怕，他会想到会咕叽咕叽，好可爱，哦，所以我必须画一个现在我们常看到的石狮子，看起来比较大只，比较霸气一点，这样小孩子才比较会产生恐惧，哦，所以有时候漫画去改编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跟原作者沟通一下，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哪些修正，哦，不然其实这样，如果我今天画一只很小的吉娃娃在这边，看那个气势整个就出不来，小孩子下一个那个一脚把他踢走，啊，鬼啊，就把他踢走。哦，就没有后面的剧情了，哦，所以漫画有时候就是你要考量一下，哦，那这些都是一些中华商场的一些场景啦，哦，各位就跟这个封面这个角度就跟小说的封面，因为对就拿来套就好了，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太多中华商场的记忆，哦，然后天桥就是会这样互通的，通过去这样子，哦，然后就注意到这种狮子跟人的比例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小孩子不能画太高大，哦，不然狮子看起来气势也会不见这样子。好，哦，这就是漫画的一些，画面，哦，然后就是魔术师，哦，因为他说的故事总共有十个故事，哎，总共有九个故事吧，小说，那大部分都是跟这个，他有点像比较像串场的人物吧，他其实本身没有太多的故事。他只有第一篇有他的故事比较多一点，后续后面就比较像是路人甲乙在穿插，像说书人这样子。好，那为什么把它弄成流浪汉的造型？因为我不晓得各位对流浪汉的感觉是什么，像我对流浪汉就是一种又好奇，但是又有点害怕距离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对我跟魔术师的感觉一样，就魔术师，你小时候有小朋友对魔术师会觉得很可怕，怎么会变出那个东西？当然我们大人就不会了啦，但是小朋友会觉得这种人是在诱拐儿童的那一种人。哦，小时候会有这样的幻想，所以把它弄得像一个，比较不修边幅啊，比较流浪汉的感觉这样子去设定这个主角。好，然后这就是动画村，那时候去年有一个 IP 展，哦 ，IP 各位应该已经听到烂的啦，哦，就是所谓的 IP 就是。我有一个智慧财产的东西，我创作一个小说出来，它去延伸成游戏，延伸成戏剧，或是各种延伸，那个叫 IP 发展。好啦，这个就大概看一下，哎，好，因为它漫画的桥段有一个就是小孩子，因为那个小狮子为什么后来去找那个小孩子，就是小朋友。他不是就会去弄个小孩，就是狮子有嘴嘛，就去把手伸进去戏弄他，嘎嘻狼这样子，所以晚上就会有种做那种噩梦，就是狮子回来报仇。好，先讲一下，就是他我们之前那个座谈会，那这一次的座谈会好玩的地方，我不是台词都写这样子，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就可能说这一句可能是法文，这一句可能是日文，这一句可能是英文。所以他们就是每个译者啊，就是我们那时候有点像在演舞台剧一样，就是每个人就是在漫画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念台词就对了，哦，所以就变成有点像那个在演那个舞台剧的感觉，就还蛮热闹。然后像他们就是像各国有一些元素他们不清楚，就比如说，那时候提到就是哦，因为法国的房子没有屋顶这件事，因为法国的屋顶都是斜的，嘿，所以
他们就说，因为石狮子有一段就是他小男孩跟狮子站在屋顶上，所以他想说靠北啊，屋顶怎么站？因为都是斜的，你会掉下去啊。好，所以他们就必须说，哦，那看有什么折中方式可以改成不要说是屋顶，他可以翻译成是一个什么屋顶伸出的平台。好，他就要必须跟作者沟通。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是都会烧金纸吗？烧金纸，我们是烧金纸，有没有？给下面的人，不是给神明，他们也没办法理解说，因为他们认为烧东西是一个很决裂的事情，我跟这个人不要再联络了，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为什么这样烧东西下面的人收得到，或是上面的人收得到，哦，他们就必须去理解。好，然后一些用语，就比如说台语有句话叫给消，各位有听过这句话吗？哦，就是给消。那个小他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我就必须翻译成中文，再翻译成其他语言。那中文我就是说，这个小朋友调皮，怎么讲也讲不听，就是一个小嘛，就是跟你说这个东西不能去碰。比如说，也许瓦斯炉正在烧什么东西，很烫，叫小孩子不要去摸。但那个小孩子又很好奇去摸，就被烫到。那这个动作就是一个小，对，就是明知道不可为，还是去做的。所以他们就可以知道说“哦，给小”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一点就是文学交流。好，然后日本人比较龟毛一点，他们比如说一个门的说法就有很多，推的门、拉的门，两边一起推开的，两边一起拉的说法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必须问吴明义说这个门到底是怎么开的，他比较好翻译。所以你看这一场其实一开本来是预计两个小时，但是一开了4个小时，哦，因为都在一直讨论这些，哦，就还蛮好玩的啦。那这个就是发表会，啊，吴明义他就可能就先朗读一段那个小说，哦，之后开始就播漫画，啊，漫画里面就是我们作者跟译者就开始去做舞台剧的那个声音演出就对了，嗯。好，这个就看一下。好，就补充啊。后来就是画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可能各位应该现在身边应该还有这种店啊，只是说大部分都是 Seven 比较多。我估计再过个20年，可能这种店也会慢慢消失。好，所以各位以后可能写的就是全家便利商店，或是 Seven Eleven。然后各位以后的著作可能就会以那边当场景。哦，因为这种其实是以前的一个商业形态。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去画这个东西？因为以前我家里就真的是开这家店的，这是我以前的老家。啊，为什么店名要叫用酒？因为以前的店名真的叫用酒。那酒为什么？那时候我是问我爸，因为我公已经死掉了，已经我也不可能去关多运问他，所以就直接问我爸。他就说酒其实在易经就是最大的数字。哦，95至尊或是什么，以前皇帝都用9这个数字，易经来讲那是最大的数字。但是9跟10来讲，9又好像谦虚一点点，不会讲10全10美或是太满的意思。所以这个数字就是很大，但是它又很谦虚啊，所以就是又用9这样子，哦，就是用这个数字。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杂货店嘛，就是人家说开门10件事或是开门7件事，我们这边可以买到。大概就是10件的话，我们这边可以买到9件啦，但是一定会超过那么多的啦。但是就是含蓄一点就对了，好，所以店名就是用这个用酒，嗯。那我小时候就带，我小时候在这边固定，大概都坐在这边啦。我这边有时候就是麻雀可以喂麻雀啊，啊，有时候我会在这边告槟榔，就是弄槟榔，因为我们也有卖槟榔，我的工作就是洗槟榔叶跟切槟榔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洗澡会在这边洗澡，这个就是烧开水的。哦，所以以前我们用那个很大的卡烫，就在那边接水，然后在这边洗澡。啊，夏天下雨就会用卡烫去接那个雨水，他说那是天宫水，听说拿来喝跟洗澡很有用。哦，但是现在千万不要喝，因为现在空气污染很严重，这种喝一喝可能会死掉。啊，所以那时候就是会画这样的漫画就对了。啊，因为我喜欢干妈点，是因为它比 Seven 好的地方就是说，
像以前我们去 Seven 的人少一块钱，你可能不可能把饮料拿走，对不对？你拿走，警察就会把你抓走。啊，但是在高分点，你可以欠钱，就是我可以先把东西拿走，后来再付钱。哦，这个是它比较人性化的东西，就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嘛。啊，但是你说因为十块钱，或是因为几百块，然后就不付钱，其实这个在乡下也会被舆论，会被笑。所以他们大部分像以前就是乡下，他们都是务农的或是做工的，他们领钱可能就是三个月或是多久才能把收成之后卖完钱才能去领到钱。啊，所以这个过程中你还是要生活啊，所以他们就是会来杂货店赊账，下一些赊账，就是你还是要买米嘛，还是要酱油嘛，哦，还是要洗澡啊，洗衣粉，白兰洗衣粉还是要，所以他们就会来这边赊账，哦，啊，赊账我就是，所以以前开杂货店的人家里都算蛮有钱的，哦，所以我算小时候也算有钱的，我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了，哦。啊，这个就是以前都会有个黑板，或是写在墙壁上。我们常常会讲一句是：“你听我说，你给我记列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以前我们如果欠人家什么钱，我们就会把它写在上面，就是谁欠的什么东西，买了什么东西，然后等他来付钱的时候就把它擦掉。好，哦，所以以前就会说写在，其实大部分都写在墙壁上了。所以以前台语就讲“你给我记列表”，好，哦，就是很多事就可以记在墙壁上。好，那刚刚讲的古字是这个字，一个主在一个梗，哦，各位要把它。后来是因为日本有之前有统治台湾嘛，啊，所以那个梗就慢慢的消失，变成一个木头在一个梗。因为以前后来刚刚讲就是连糖果那些都卖嘛，啊，所以日本他们的卖糖果叫甘味店，哦，就是那个很甜那个甘味店，然后两个把它合并起来就变成木跟甘这个字。啊，早期的干妈娘是以前是没有开店，以前是比较像一个市集，有点我们像那个现在的洋企业的模式。因为以前我们当然都是大陆人过来的啦，啊，那时候清朝你只要一过来，清朝人其实也不太理你，我们就要自力更生，所以我们就可能自己要用那个竹子去编一些承载物品的东西，所以一切用竹子去编的就全部念这个字，就念干妈。啊，干妈跟台亚不一样，台亚就是各位有看过汤圆那一种，台亚就是在滚汤圆的那一种，有看过吗？有阿祖或是阿妈要用的那一种，它那个编这个其实比较像台亚，它的编织比较密一点，干妈它编织会比较空一点，因为它放的都是一些香菇啊、干料啊、金针花，啊，那些东西，所以它不用编那么密，哦，啊，所以其实这个因为照片我现在也找不到了啦，所以我就先弄一个大概的。好，哦，那以前他们就是把那个干妈就是几个人，有些卖米，有些卖衣服，有些什么，就是把用竹子竹竿，然后搬到一个地方，有点像夜市的行为去那边卖。哦，那他们上他叫做赶交，哦，台语叫做赶交，不是赶交，台语要很仔细念，不然会被人家骂误会。好。啊，后来因为他们就是每天都这样单来单去，想说哦好累好辛苦哦，那干脆我们就开一家店，然后就开始有那个层架，然后一层两层像楼梯的层架，然后就把这些干妈放在上面，然后就大家想买什么东西自己去拿，有点像现在的把费的意思一样，就弄自己拿餐盘去拿餐点去算账，哦，跟自助餐很像就对了，哦，就去称这样子，哦，那就是这条路就是我的。不堪回首的，就被鹅追就是一条路哦，永远记得。现在比较改善的，以前养糖都是那个，以前我们乡下养糖就是那个什么酸亚芒果树，所以以前我们乡下吃水果是不用花钱的哦，路边石头丢一丢就可以吃的，或是去摘人家那个，反正就是人家那个菜园啊，有种什么水果就进去偷采。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哦，就偷了就往外跑。哦，那这是我家的店，哦，就是以前往这边过去就是古坑的啦，哦，这边转进去就是我家了。哦，那以前这个古井已经封掉，以前大部分都在这边洗衣服，妈妈他们都在洗衣服。哦，然后我以前也常常好几次上演自杀的桥段在这边。哦，
不是真的自杀，因为小时候被骂就心情会很不爽，个性也比较叛逆一点，就说我要去自杀，然后就会 每次又走来孤井这边，然后又觉得看孤井好黑好深哦，我又走回去，就打消念头。然后有一次是我阿公跟我讲，我有一次就是也是闹自杀，就走来这边，然后就觉得哦孤井好深，就我就回去拿那个315的竹竿。回来测测看到底有多深，那发现竹竿伸下去还不见底，就觉得超深，我就回去叫阿公一起过来，说阿公你先下去看看有多深。我说干洗就被煮伤，我被煮伤，就还被打。然后这个庙其实各位不要小看它，它大概也是100多年历史了。以前我小时候在那边玩，就觉得它好像只是一间小庙，小庙其实它也是大概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改了。哦，那最早是拜妈祖的，后来就是三太子啊，或是什么关圣帝君就一起拜了。哦，好，然后以前我的店，我们家的店就在这个庙的后面，因为以前我的店是我用我阿公的名字跟庙租这个庙地，阿瓦公死了就必须把那个地还给庙，然后庙后来就变成盖仓库。就把我们家的店移到对面这边，哦，所以现在这个店还有在经营。我爸有时候就是假日还会回去，哦，然后就是以前可能会卖一些烧仙草，或，哦，是什么，嗯，哦，这就是我阿公，哦，在那个时代算是很帅的帅哥，对不对？帅哈，哦，有没有帅？很像日本人，对不对？因为以前的这边的台湾人，大部分被抓去南洋当日本兵，大部分。因为战争嘛，我就被抓去当兵，他没有死就算亲信，哦，有些都回来就断手断脚的，他算是还完整的整个回来，啊，所以他就有日本人的气息。他，啊，听说他打小孩就超狠的，听说我那个第三个叔叔曾经被他丢到那个丢到天花板，让他自己滚下来。以前大家打小孩听说都没有在战狼的，哦，很帅。哎，有点难，就是对。爱情的干卖点就是什么都卖，像那种干脆也在卖啊。哦，然后就是两个姑姑啊，大姑姑、小姑姑。啊，这个应该是我爸吧，如果没猜错。还有我阿公。哦，以前可能住的跟干卖点在不同地方。以前会干卖点开干卖点，应该家里都还蛮有钱。那，啊，我阿公算是入赘的，因为我阿妈比较有钱，所以他就被入赘这样子，啊，就是我外公，啊，就是我，啊，就我阿姨，这不是我妈，我妈比较漂亮一点。那以前乡下就是怎么样，只要一暑假寒假就全部，我哥这个橘色裤子的就是我。以前乡下就是全部丢到乡下来玩就对了，哦，啊，这是我全家，啊，这是我妹还算正，现在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变我爸上了，啊，我妈年轻也蛮正的。我，哦，在我国一的时候，你看还穿那个盗版的老鼠。好，然后因为要场景嘛，所以我就会画一些干嘛，就是庙啊，或是什么。哦，就是反正因为我现在就是画漫画，尽量就是有一个根据地。像各位，如果身边有什么故事在你家发生的，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拍照下来，当成参考的图嘛。就是其实我们画漫画是做的任何创作。就最好是以你自身长大经验去创作，会比较感动人。为什么？因为你的故事不会是假的，也不是虚造的，哦，除非哪一天妈妈跟你说，其实你不是我亲生的小孩，哦，那一天可能再去懊恼，哦，不然之前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哦，好，啊，像这些雕刻啊，你如果真的去研究，其实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就是一些在盖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什么，比如说蝙蝠啊，就是一些什么福气的东西啊。哦，那各位，我上次去那个真理大学，以前真理大学不是那个马介医生创办的，哦，你去看那个以前那个马介的那个的纪念馆，它旁边有一个很像海浪的东西，我本来以为是有什么典故，他说没有，因为那时候马介来，因为坐船很久，所以他把那个海浪。跟那个船锚就当成他盖房子的造型，所以它并不是台湾的元素，它是
以他看到的经历作为论述，啊，这个就比较像道地啦，道地的台湾啦，道教啊或者什么，就有符蝙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好，然后中间可能会有葫芦啊，两条龙啊，然后可能每一家庙旁边站的东西那个守卫都会不一样，这两边如果有那个什么，就是如果雕刻人跟那个猛兽七，他就是他的守护神就对了，在帮忙看这间庙的守护神。好，那这就活动中心了，这个是刚刚讲的摆设。啊，像各位如果要设定场景，就是多拍这些，因为这些东西虽然看人乱乱的，但是就会很真实，就不用去想一些有的那个。哦，这是我初恋情人的家里，我这边是摩托车店嘛，以前是摩托车的，啊，我的初恋女友就幼稚园的初恋女友住这边，小时候常常去他家看电视。我觉得像这样蛮好玩，就是有时候你就是家里没饭吃，你就带着碗过去，或是也不用带碗的过去，人家就会跟你说要不要一起吃饭这样子。哦，就是有时候乡下就会这样说啊，你吃饱了被当成吃饱，我要不要一起吃饭之类的。哦，但是有时候是口头上礼貌问一下，你不要真的去吃，不要那么白目。哦，然后斗六，哦，像这种砖瓦可能现在也比较少了，就会可能就是。像拍下来就会当留念，以前围墙都是用那种水泥啊，啊，这就是上面的瓦片。哦，然后我那时候要画刚刚讲，我刚刚有三个同学都在负责种花，种蔬菜。哦，所以我漫画其实也有讲一些种菜的事情啊，不过并主要不是种菜的漫画，所以就大概讲一下。那漫画之前，待会我们都会做一个人物设定，但是第一版的设定绝对不会是 ending 版的。哦，设定一开始你对漫画主角也不太熟，其实你在画漫画，其实就是慢慢在认识一个人的意思啊，交朋友这样子。哦，然后这就是要画一些封面的设定图。哦，这是第一版本的设定，后来都改掉了。哦，这都是画封面。然后你看漫画家都可以，找不到妈都得自己拍照。然后这个还用那个手机，然后去敲那个角度，敲得很好，因为我又没有脚架，就用书去堆，然后就不好不容易拍到箱，而且没有箱子，就拿旅行箱。好，然后后来漫画定好就是这些人。我们现在时间还有多久？看一下。20分钟啊，好，那我大概后面就大概讲快一点，因为各位有兴趣就可以去看漫画了哦，帮漫画家贴补一下漫画家，救穷苦漫画家，谢谢。哦，但是你们也可以就是一个人买，然后大家 play 也可以哦。以前我们常常就这样，就比如说你买第一集，我买第二集，买第三集，那三个就轮流看这样子。以前还有租书店文化也是这样。以前有漫画住宿店嘛，现在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就可能一个同学，大家可能出一笔钱去租一套漫画回来，让大家轮流看完之后再花多的去，这样大家就不会花太多自己的零用钱。啊，然后这些漫画角色大概都是自己的身边的人啊。以前如果等一下有时间，再跟我讲一些比较洒狗血的故事。啊，然后因为我要弄到酱油。像这种酱油，其实在西罗啊、南部还有这种叫白布酱油，全世界只有台湾在做。之前听说瑞士还有，但是他们也不想做了。但是所以现在全世界好像只有剩台湾。然后这种做法就是你把黑豆弄一弄，或是黄豆弄一弄，发取之后洗一洗弄一弄，然后把它丢到缸里面，至少要4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有。酱油可以弄出来，哦，这是古老的做法。那现在酱油大概是，用快速压榨，大概3天或是1个礼拜就可以做出一罐酱油，哦，跟以前那种老功夫味比较不一样。而且它这个很麻烦，就是他们像这个入瓮的时候，大家都要选在夏天到秋天的季节，因为季节比较闷的，比较稳定，不会下雨，哦，那比较适合发酵。然后这个比较搞纲就是，
你刚弄下去的前半个月，你每天都要再把它打开，一个一个把它搅动、搅动、搅动这样子。我要这样连续搅个15天，再放着这样子。然后他们有分干式跟湿式，干式就这样子弄一弄就倒进去，然后湿式就是这样弄一弄倒进去再加水。它有一个比例，好像是7:1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开箱之后，最贵的价格就是陶 Q、乙 Q 跟沙 Q。所谓的陶 Q 就是第一抽最底的那个酱油是最好的，也是最贵的。现在各位看到了什么黑豆沙或是什么的那一种酱油，它当然如果是旁边写什么头抽或是第一抽，那个都是最贵的酱油。因为那个，然后再就是二抽，我们现在吃的大部分都是第三抽了。我们现在平常家里妈妈用那个第三抽的酱油，然后以前那个，他们就捞起来就要用这个布啊，有点像那老鹰一样，就是把那个豆浆以前过滤，像豆浆过滤也是用这种网这样过滤，下来这样子。那装罐装瓶就是罐子，然后上面这个有那个酒盖，就可以把它盖起来盖起来。有一种是手动的，这个就是对了，就前面看过了，就超短跟短稿。那漫画。其实电脑的好处就是可以水平反转，或是做一些效果。就是有时候背景板的画也不用画，就是拿之前画过的背景把它贴上去也可以。这是电脑的好处。那就是乡下应该还可以看到这种铁牛车、拼装车，这种造价大概，一般来讲大概14万或是15万左右。然后这些钢板，他们就是他们造船的时候。剩下的钢板没有在用，因为以前造船厂有剩下的那个废钢没有在用，然后这些车行的人就会去 把那些钢买回来，自己再塑造成一个就是一台车的样子，那可能就跟摩托车做结合这样，就换把引擎移到后面，这样就变成一个拼装车的话。以前比较常做的是牛车啊，以前我上学他们都可以做到牛车，还蛮酷的。然后这个就是以前大概，这是我幻想的啦，就是以前可能王公那个年代刚开始，以前像这种刚要开幕或是家里要装修，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去请工人，大部分就请隔壁的人去帮忙。帮忙之后就大家喝喝酒吃个饭就结束，当做谢礼。那隔天可能。换你家要帮忙什么，我们就过去帮忙。也是吃吃喝喝就，所以以前的交易比较是用在情感交易，不是用那个金钱在援交哈。所以以前就是比较感情啊，就是比如说台风过境，那有些人屋顶坏掉的，我们就会去帮忙帮人家做屋顶，那他们就会过来帮我们修什么，就大家互相这样子。那刚刚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逐渐在没有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蛮可惜的。所以想说，有时候创作者是担任一个桥梁的角色，因为可能你的小孩可能就不晓得这种店了，但是如果画漫画把它画下来，以后你的小孩或是你的孙子看到这种漫画，就知道以前有这种店。然后对，就像现在各位都用智慧型手机，可是你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很。怀念 Nokia 3310，因为充电只要充，就是充满电就可以待机一个礼拜都不会没有电，然后怎么摔就摔不坏，不过你看它还是被淘汰了啦，因为世界一直在有变啊，那个没办法。你们有用过这种桌椅吗？有看过没有用像这个就是我的以前就。其实这就是以前的行动办公室，以前就下课就会，因为它是折叠，可以提着到处走，所以有时候常常就去下课就是去庙口表演一些功课给大家看，因为在家里有时候大人会省电，说不要开日光灯，所以我们就搬着去庙口那边写字给大家看，我们就是表演一些功课给大家看，然后就是早期的黑松沙士，现在包装换了。然后以前
快中暑的人就会黑松虾士去加盐巴。他这个是老雷片啊，应该干妈娘比较常看到的。然后在 N9 牌，以前这个是可能从以前日本时代，以前日本时代就有了。以前你要开干妈娘卖酒、卖烟跟卖酱油都必须要有许可证，你不能。对，要公卖，因为他们日本以前把资源都集中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们必须要发牌照，他们要控管啊。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私酿自己的酒啦，还是会有私酿酒啊。政府就台湾政府后来在台湾就变成台湾省公卖局，这样就对了。啊，这个就是一些慢慢内容，各位看一下哈。啊，这个就是第二集的啦。这个大家看一下，因为时间也不多了。然后我要再讲一下这个托里公关呀，有种田的，家里有种田应该会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不知道东西，也跟各位复习一下。各位如果去田边有看到一个拐杖，就是用竹子，然后上面有土地公斤跟三支香插的，这个就是以前八月，背我在我好像托里公生，他们就是会去。田旁边，或是现在要种田，准备要种田，都会做的仪式，就是去那边拜拜、烧香，然后烧纸钱，然后就弄那个这种拐杖。因为以前，其实现在种田的人还是很敬鬼神，所以他们觉得收成冥冥之中还是有鬼神在帮助，所以他们弄这个拐杖是要给土地公弄的，因为土地公年纪很大，然后必须有拐杖让他撑着，可以帮我们巡视田，所以他们以前会有这个仪式，哦，就是。拿一个竹子，中间把它剖开，夹那个托里公钉三支香，然后再用红色绳子绑起来，啊，插在那个田的旁边，这样我们不在的时候，晚上可能土地公就会过来帮我们巡一下，这样子。好了，这个看一下就好。啊，这是以前那个干妈讲的场景啊，啊，这就是法国各位。我去参加安古兰的场景，就各位看一下就好。安古兰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九份，然后他就是每年都会办一个漫画节，然后他们每一年都会办一个漫画奖，得大奖的人就可以选一个墙壁画自己的图。哦，所以这是之前有一个得奖的人，你就可以去做一个造型就对了。哦，像这个也是。哦，所以他就等于说一个像一个漫画的城市就对了。哦，这是他们的主视觉，他们法国的 Hello Kitty， 哦，也是没有嘴巴。然后他就是一年办一次，那个就是这一次台湾馆参展的。哦，每一年台湾都会派人去。哦，这就是我的摊位，这一次弄得比较像那个菜市场，台湾的菜市场的感觉。哦，这是我们那个卡基雷亚加时代的颜色。好，阿弥陀佛，谢谢。就是，有没有同学想要发问？好。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今天请的不是吴明义老师，而是已经过去的作家。死掉的作家。对对对，我比方说今天启灵改编的是说爱河的吉瓜青啊，或者是吕赫洛的刘琛，那么您会觉得这样子的方法会更简单，或者是？我觉得改编也没有说什么，其实改编都不简单啦，因为你如果原著都很好，你改编的好，人家说啊本来就小说很好的啊，你改编好是正常的啊。但是你改编不好，人家会干掉啊。就说人家小说那么好，你把它改编成这样，啊，所以其实改编的压力比原著还要。按理说要不要去画往生的人？有啊，刚刚画那个《刺客列传》，就作者全部司马迁都往生了啊，所以他也没有跟我抗议，除非他很痛苦，说妈的。好，那个就可能就渐生恐惧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各位以后要改变，那先找还活在人世的会比较好。因为活在人世，就是你们在宣传的时候，可以两个人一起上台去把这个活动弄得更好。那变成说，他的读者也可以知道你的读者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比较
教那个两全的方式的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改变死人的作品也 OK， 没有不好 ，OK 啦，只是看你改变好的程度到哪边这样子。嗯。有没有想要发问？不要害羞嘛，各位。不要害羞，把握机会。看你那以后要创作的，可以问一下。什么问题？各位也在创作的举手，不一定是漫画，写小说的。两个哈，三个哟，把手放下。就是你们现在有一些画东西或写东西的，就是没有完成的东西，不要丢掉哦。因为各位每个阶段写下的东西，像我有时候回去看我20年前写的东西，有时候会觉得很中二，但是你会很佩服自己，因为你再也没办法想出那个品质。那以前的故事你没有办法把它进行完，是我们能力不够，并不是那个东西不好，是我们能力还没练好。所以你今天把这个东西如果都留着，你再回去看，你现在有能力，你可能就可以把它延续出来。所以各位有什么？所谓的灵感，其实就像很多一阵风一样，一阵风当然还会有些波峰回来嘛，但是每一阵风的结构都不会一样，它不可能重复一样的风速啊。所以灵感也是这种东西，如果今天一阵风过来，就赶快把它写下来啊。不要丢掉，你就是反正笔记本或是云端存着，你哪天再回去看一下，可能会激发，我会在那里激发，就激发新的灵感这样子，那可能就会更创作出新的东西这样。老师，那么请问一下，您在改编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都好比方说日本？他们改变一些过去大文豪的文学作品，他们把它改变成漫画，那么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很重视这些作品会让更多年轻时代的人，认识说好，谁是下不出手，谁是金城武之介。那么老师，您会不会觉得说这种方法有一些除了让年轻一代人更认识？个人是这些成为作家一晚，会不会有些坏处？好比方说，我们这种话会不会把文学太娱乐化了一些？我觉得这个各位，我觉得你不用去担心这种事。所谓的新书，就是各位没有看过的书，全部都叫新书了。不是说新出版的书才叫新书啊。所以各位，如果说你可能怕说对我可能改编成无名义的东西，那可能把小说简化了。各位可以该去看原来的小说啊。我的漫画可能只是一个媒介，就像我今天可能看到 Google 自然画的那个老少爷的时代，我可能对这个漫画有兴趣，看完之后我可能对原著更有兴趣，我就会去翻原著。就像我刚刚讲刺客列传或者讲七侠五义的东西，各位可能有几个可能会有兴趣，可能就会去翻，因为很多事是我们没有再提的，大家就忘记了，人都是健忘的啦。就像我昨天中午吃什么，现在就想不起来。这种症状会越到越老越严重。就像我妈现在开冰箱都会忘记关，我就要去把它关起来。就是老人的镜头会关到，所以人都是健忘的，所以很多事你就是必须去把它重复的再去讲啊。各位有空也是可以去翻一些，也许他们书可能破皮，现在其实各位看到听到流行歌曲，现在看到的电影大部分都是从以前再重新改编过来的，大家觉得很新奇，他就是把罐子换一个新的而已，那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可能以前可能是用电脑，现在可能是用更科技的东西去演绎而已。所以其实所有的世界没有所谓新的东西，像各位先看的 iPhone 或是什么，它就是旧的跟旧的拼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就是把触控，那把电脑功能放到手机里面，就是 iPhone。那各位可能又会放一个更新潮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也是旧有跟旧有的东西合并在一起，这样子就是新的。OK 吗？有没有很想要画，但是一直没有尝试的主题？色情漫画没有乱讲。其实我觉得任何主题，我会有时候我会怕那种我没办法控制的主题。
像那种幻想的那一种，我就没办法。我现在想要画，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我说海贼王那一种，我可能就真的没办法。以前有尝试过，但是就一看一看就觉得干好中二啊，变丑，要整个放弃。所以慢慢我觉得人会成长，会长大，就是已经开始。就像各位现在交很多男女朋友，拼命交没关系，好，就是注意安全就好。但是那个就是，其实你在没有听我讲，这不是坏事，但是在帮助自己慢慢厘清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路线。像我以前创作，可能我希望想要画这个，想要画这个，但是慢慢厘清之后，就发现说，哦，原来我适合什么，以后就找到什么对象才适合我，我也适合对方啊，这样就比较长久一点。不要说突然在一起结婚一两年，然后就离婚，很好笑，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就是各位去谈感情，就是 OK 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会鼓励，像我会鼓励我女儿去多认识男朋友，我觉得都 OK 啦。哦，就是你必须跟异性相处，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嘛，然后怎么调整自己，跟对方调整到自己，这样才会磨合。没有，我们长出来就是四四角角都棱角。啊，世界我们出生就一直在磨，一直在磨，所以又变成个圆的，啊，圆的差不多就差不多要圆起的哈，啊，所以，但是有时候就是我讲的就是，怎么讲？有时候我们年纪跟那个智慧有时候没办法成正比的，也是有一些老顽童，啊，那个有时候遇到老顽童，我们就不要太理他就好，啊，还有什么问题？创作上的或是生活上的，不知道。各位准备要下课了吗？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试着画过一些也是生活所得，但是不是画，不是在你身边所发生的事？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很好的地方就是这么小一个岛，然后聚集了很多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影响了台湾，台湾也在影响了这些文化，可是这些文化它已经快要流失掉，那么。老师，你有没有想要试着想要画过这些主题？好比方说原住民文化，或者是说原住文化，这类的主题，老师你有没有想要画过？其实有想过，但是会觉得说自己有没有办法去胜任这件事，因为像文史工作者或是原住民这些，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在做了，我做可能做不过别人。好，然后。除非说哪一天哦，那个作家他找我看要不要一起合作这个东西，像之前有一个作家叫何金瑶，对他，因为他就调查一些他，因为日本做妖怪故事嘛，他就专门在做台湾妖怪的系列，所以他就是去查很多有关台湾的什么伊安欧啦，或者是什么那个以前。或是那个什么金妹啦，就是那种的故事，他就会收集这些妖怪，然后就是把它写成小说啊，他就找一个漫画家去帮他画插画，就变成妖怪台湾这本书，啊，这样大家就会去了解台湾有些妖怪，好像伊阿波就是很传统的一个很苦命的故事，那就是一个小朋友被虐待死的，他就死在椅子上。哦，然后就变成一个鬼，但是那个鬼也不是会害人，你可以拜他去，拜托他去做东西就对了，反正只要给他一些吃的或什么之类的。好了，好，那我们刚好下课，那我们先掌声谢谢老师。然后可以跟老师合拍一张照片，你们坐着就可以了。坐着。后面搞一下那个文学季的手册，这样。不好意思，我们拍个照，让好。如果手机有什么好，我们举高一下，让我们给老师拍一下，谢谢。
待会如果想要建明老师建明的话，你想想漫画，需要给你们带你的本子过来。好，来，来，大家一起来，来，后面的手可以举高都没关系哈，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哎，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这样，好。好，谢谢。好，谢谢各位同学啊。那如果你想要签名的话，请你们先站起来。然后我先让你们先签名。手上那个问卷上面，电影欣赏哦，你们那个是社团，特色消费，我们社会都是。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另外抽奖品。对，还是入围了，我骄傲了。把握机会，你去哪里有可能老店帮你签个名啊，画一个小小的可爱的图片。我们会看那个公众虚文的海报，然后欢迎各位同学拿回家见你的朋友和家人，谢谢。公车示威海报都可以免费的索取，要在外面免费的体验效果。对，他说的名字吧，对，证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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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